中心医院啊，现在毁了，里面还有六圈。你们说，除了主林以外，2020年7月22日下午，大连湾水产品市场封市了，看看，人也不让进，车也不让进，钱我也傻逼了，看看。啊，早顺院里检测开始，排队排成长龙啊，一字形排开，哎，全部检测。嗯，每一个人都要过关。哎，这几个人了。